知道。不好意思，礼拜六我要回家。那个地址我好像也知道哦。危险哦。哎，这里有香。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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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来了。对，你怎么上去了？他怎么都摸一半。哎，等一下，旁边还有一个那个耶，猫上去啊，猫！我上不去。哎哎，你们剩下的去右边那边将抓住。右边，好，等一下，右边这个吗？对，我你们应该有办法上来。不是我这个啦，不是这一个吧？对啊对啊，杰克跟杰瑞去那边那个屋顶，等，消息到了，还没。对，还没，杰克还没上去。那杰克，你会不会等一辈子？不是啊，看来你们上屋顶吧。我觉得可能要等一辈子。屋顶吗？我们要先让你们上来啊，这是让你们上来的。哦，哎，这个箱子就够重。等下，喵哈，你一起来这边就好了啦。杰克，哪里？好好，杰瑞那边。好，你们帮我拉那个。这个先不要拉，先不要拉，不然他们上不来。对啊，可以再下来一点吗？对对对，先不要拉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啊，好，你们直接走上去。好，来啦，拉他们下来。拉到吗？拉不到。外面有箱子，外面有箱，这边有箱子，把它拉过来。会小会小，哎，箱子被搬到这里来了。这里还有东西可以升降哎。啊，从上面踩吧。哦，从上面哦，有啊，房间在上面啊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。可上面踩降就先升上一个人。不要抓我啊！有了，你们应该可以了吧？太小，够重，不够。有了，够了吧？够了吧？这里够。这是哪一个？那我这是对面的。对。你们踩错个吧。就是看上面的杆子啊，是连接哪一个这样？杰瑞怎么看不到？没有，我走走原路回去。这里有箱子，应该可以原路。哦，你要过去哦。对，把他拉下，好像跳不过去。你要过去啊？哇，好像我上来了。所以不是这边哦。哎，啊，没有。好，那杰瑞上去，我好，哈进，你跳。这个板子是要拉下来的意思吗？跳，可能吧。可是拿起来要干嘛？好像没办法，先把它拿下来看，等一下。有点难。这证明了我跟你一样重耶。哈哈哈哈哈！我上来。哎，这证明哈气跟你一样轻。哦，对对对。哎，白痴哦，我这条啦。哪一条？真的是要上去啊？对啦，走我这里啦。那这板子要冲啥回啊？这个板子应该是让我们刚好上去吧。拉我一下，骗人的！哦，拉你哦，拉你哦，一个默默跳在那边，把你推一下，好感谢。啊，喵哈嘞，喵哈跳下来了，直接跳比较快啊。哦，好。咦，哎咻，哎咻啊！好吧，去自杀了，我跳下来了。这是要自己架一根就对了，架一根。好像是呢，这边过不来。对啊，这好远哦，这要跳下跳好久。哎呦。你看我这一根，棒棒啊！棒棒打我啊！啊啊！下去了，这架桥哦，哎呦呀！对，这边是可以跳过来啊，不过另外一边应该要架桥啦。嗯，架桥，抓住你的棒棒了，我抓住你的棒棒。架桥很大根，对不对？对，超大哇！而且有点歪歪的，无法架，棒！啊！这条都歪的啊！跳下去！你抓好！哇哇！对，还有对，下一根，嘟我，快嘟我，嘟我！你，那你不要抓我，你不要抓我！爆炸！下面爆炸！等下又要开始，喵哈松手，喵哈松手。哎哎，偏了偏了偏了 ，OK， 架起来了吗？有点感觉有点歪，等一下。啊，气的这个可以。好，它滚了，好可怕！啊，独木桥，你是谁爆炸？来，我要你下面爆炸，你爆炸，你快！哎，保存中，喂，保存中，撞到就保存中，我们撞那个冰冰的，然后就保存中，为什么？那这一道过去要干嘛？还是那个棒棒戳那个、啊，是要拿那个石，好，再过冰吗？还是拿石头戳冰？我又掰卡了啦！你怎么又掰卡？没有掰卡，我又掰过他，还是要用木棒撞破那冰呢？对啊，对啊，来，工程锤的概念嘛，可以拿石头来锤吗？可以拿它的头敲啊，拔不起来。都拔不起来，先头敲啊！帮忙一起拔一下，来，抬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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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
掉，接了掉下去了。那个木棍好重，木棍掉下去了。完了，好了，啊，再来一个吧。把人举起来往前撞。这个应该比较对。走开。我先拯救一下我的脚。我再试啦。哎！我也把脚掉下去。来来来来来，我们要一起拿着棒棒撞他。来，还是哎小，我那我再拿石头啊。走，先撞住他。好弱，看他用石头才行的。一二三，平的啦。我们刚刚搓啊，我们在打他。来来，一二三，哎，歪掉喽！哎，送一个人头。好了，看来独木桥吧，看来不是这个之类的吧？要去对面拿那个黑色石头吧，黑色石头。哦。可是你要桥才能过来啊！要桥啊，对，要桥，所以要架独木架桥，再拉了，再拉了。两根是不是？两根以上，三根一根就可以啦，就看技术。一根很危险啊，一根要不好走。对啊，翻不过去，翻不过去。你是卡住了，石头啊，对，卡住了。等一下，那个搬木头有点危险啊。这个伐木工有点歪了，歪了，歪了。完了，算了，那我敲个位置，那我，哦，就第二根木头啦，走开了，可以的。耶！喂喂！哇！好哇！啊！他在干嘛？他自己在干嘛？我的飞跃！等一下！哦，这桥就是这样的，是不是？不是。啊，放到第一个，放到第一个了。我感觉放很多根，然后卡住，这样就可以走了。对对对，互相这样。也只能三根，就是三根左右。我来帮你们扇风。三根都飞起来了。小雨拿着石头砸企鹅嘞。梁浩基，不要抓，我砸回去。啊！你的石头比较大。可以可以，试试看。总觉得还要再一根呢。哎呦喂！打破了！有裂痕了，有裂痕。六根不是这样子吗？有裂痕。再来，有了！拉肚子！拉肚子要去上去吧？哎，有火哎，我要去蹭。拿水晶的车子可以推吗？哎，可以，拉水枪。啊，板子！你看是水晶，敲可以敲它吗？你看是火，企鹅没看过火。等等，有影子哎，有影子哦。哦，有哎，有哎。你下那个是木板，你要去哪里？我不知道那木板那要去哪里。我想歪了，你是不是拉歪了？在干嘛？我觉得我是不是插歪了？哎，不是插歪了。等下我上面那根石头变这样啊？我觉得是弄歪了啦。哈基，你今天你们觉得怎么样？啊！耶。还是说本来就不用插，感觉上可能吧。上面有个大冰块啊，那个里面有东西吗？它里面有东西，它里面有东西，是要融化，所以应该不用插，没关系。这冰块里面有东西，把它推下来。嘿，那搬到萤火那边吧，让它融化。这边不是应该这边吧？这里啊，有亮光，这应该就可以了吧？阳光就可以了，这边就好啦，这里啊，这里啊。哦。不用靠火吧？阳光，因为刚刚对啊，这边啊，我刚没看到这个，哦，又融化哦，好闪啊，哦，所以两个融化了，棍子，这棍子，棍子可能，然后拿去篝火烧，我的冰棒，我吃，点火呢？点起来，你要牵我的手，他想吃他的，因为你拿他的冰棒，要舔冰棒。哎，我在舔冰棒，手上有冰棒的甜味。开关在这里哦，里面这里。对啊，融化的好慢哦。它最后融化也太慢了吧？我在努力舔的，太慢了。舔快一点，过中间。舔快一点，快一点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要点火喽！是要干嘛？火把，哦，点火把烧门吗？也太暴力了。没有，这边有一个拉杆融化它。这里啦。哦。
拉杆。杰克建议。哎，杰克下来了，你上去，你上去。烧烤知道吗？知道吗？知道，知道，知道，知道。烧起来了，烧起来了吗？有了，秀秀，你怎么拿菜给我抓？我抓成小弟，抓我！人家身体棒不是找到前面的、啊，对呀、啊，直接拿前面啊！是什么？很大开关，开关，开关，开关。这边的门。好，有了，有了，开了。哦，我好大哦！等一下，我冰定，冰下来，等一下。冰下来。我的手还好吗？这个是什么？我要做，玩那个。等一下，不要，我要上去做。哎、欸，哦，也有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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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大头了吧？是要我来自杀手？哎哎哎，才好哦！上不去了，想要去玩吗？请先花20块钱。你看，我都坐姿都准备好了。好喽，你要继续吗？再花20块哦。上去了啦。哦，接下来要50块了，太贵了，第几钱？真的拉得动哦，这跳表哎、欸、，Go 再上去，哎、欸、有个箱子哎、欸，是不是要拿下去给哈基，然后让他压在上面？那我把它丢掉好了、啊。炸弹哎、欸，还有那个有两个箱子哎。哎，那个猫，那只猫，那只猫，救！那爆哪里啊？不知道哎、欸。都可以，你要先让他爆吗？等下先让他记上来，先让他记上来。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啊？你看，我觉得你先按下去会爆炸。好，对面爆炸了。对面爆炸。哦哦哦！那这炸弹要干嘛？两个爆炸、欸。有没有人要救我一下、啊？有，我们来了，我们来了。所以这个炸药是要拿去压那个的、哦？不知道、欸，应该是这个是箱子吧？哦，好了，我们拿炸药去丢你啦。哎呦，你去很开心的，上不去。这个按钮有用吗？刚拉了，刚拉了，可以救我。就是、前面的雕像倒下来了。哦。嘿。啊，我去找杰瑞好，帮忙把箱子那个啊下去啊，这有冰块，或者是黑咻上去，你们要不要上面接一下？让我上，还是刚刚火把可以点这个火把在我手上，哦，好晃好晃，晃下来，黑咻好重，小雨接，哎呦，没有关系，我掉下来炸药在这边，这炸药真的有用，我还是只是装饰，走，我们回去了，感觉应该装饰。那个车子可以动一下吗？我想帮杰瑞搬箱子，结果我一直掉下去。我拿炸药来压按钮了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火把压不了吗？火把不行，火把不行。哦。结果发现炸药也不行。还是不要拿好了，我好不会拿。等一下，来了来了，我来了，嘿。那我再画一个 S 哦 ，S S S O S， 来来来来来，杰哥杰哥，来来来来，炸药可以，这会点燃吗？可以耶，炸不行，炸太轻了。有啊，去跟找要去帮杰瑞搬箱子，所以还是要箱子才行。哎，我突然非常华丽的，那个冰块会融化。嗯，我也在看，我很华丽的掉下去了，点不燃啊。你想要引爆吗？还有一个房子。不是啊，哈基跳下来就好了。哎、欸，是吗？他想，因为已经存档了。已经存档了。哦哟、哦，没关系，你也可以玩个缆车嘛。哦哟、哦哦哦，哦，原来如此吧。呀、啊，哦，啊，不要跳球。哎、啊，好喽。哎，又要掉下去了。看到一只猫在飞。哦，等下这位置是不是有点难啊？嘿咻！是炸药不够重哦，就是把这个雕像炸倒了。Help me！ 哦，一，嘿咻！一，好，给你。不要推我，很晃哎！不要走！走了，感谢。下去。抓到了，抓到一只猫了，下去！你啊，哎、欸、哎，抓哪里？抓哪里？上去！在抓哪里？有。
哦，我这时候应该是尖叫才对吧？确定你还叫得出来吗？等一下你不要把椅子推下去。Sorry，推下去啊，推下去啊。那个，我看到最后出口了。小玉，我看到出口了。好，我们去上面等等猫跟那个，那个猫跟杰瑞吗？跟猥琐太空人，猥琐太空人。哇，杰克不够高，救我！我救不了你。抓我的头，抓我的，不，你抓我的头，然后我把你顶上去。哦，好，你可以自己来。不要推我，我没有。那你可以抓我的头吗？后面的，后面的帮你抓，后面抓。你要干嘛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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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然后抓！